我也是傻，把他这话听进去了。所以，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，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。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，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。文华说，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，所以我不想取舍，不想妥协。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儿。是很傻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怎么接受北凉。是啊，我大概不是这块料吧。但我还挺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北凉王。不取舍，不妥协，听着很傻，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，应该会很有趣。